来台风了，我一点都没有慌，我一点没慌，它刮不跑我，我怕它夹我。你下去吧。还有海参，你看这个虾它还要跳，你说你要是跳跑了，我吃谁呀？对不对？本来就不多，还怎么吃嘛？是不是？啊！来点酱油，醋，做海鲜别少了放醋，知道吧？多放点，没有事，它不会酸的。老是担心这个问题，加点老抽是为了放它颜色。来点搞老干妈是有点辣味儿，然后炒是为了给个双击，给一个啊！屁！我操！早晚被你吓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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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死家伙！有大米哎，哎呀，哇塞，啊大米还好多，被吓一下还是值得的，我都有好东西，我就想炫耀一下。大米是多么的难得可贵，对吧？我们就把它吊一下，大米不脏，多个双击。哎呀，这就是那个海参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那海参。好大的一个海参，就煮到剩下这一点点。它这个是可以吃的，知道吧？是蛋白高的，而且特别的高。一咬下就是那种嘎嘣嘎嘣脆，吃辣椒的嘎嘣脆啊，但是它没有这种营养那么丰富，蛋白质那么高啊，它含好多东西，它含有双击。来个大蟹子，哇，这个蟹子，这个蟹子超肥的这种。好贵呀、啊，有膏啊，这种超贵超贵，这种吃的也心疼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是吃它没有那个什么了？然后就把它，哇塞，三位数，我说你都不相信，太吓人了，这种。很难得这种，知道吧？几乎我们都不吃这种，我们都是吃那种带这种大肉的，哪有说带有这种大红膏啊？那得了，我这样知道啊，劈死你，是吧？还剩下一个爆头，不知道他的命运将是如何。真的，我真不知道你的命运是如何，你告诉我听。他点头说：“嗯，可以。”吐了。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命运是如何。嗯，好像这些八爪到我这里边，他的命运好像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整个双击，你老实看，上动物园看猴子还要门票哎，双击就是门票。海螺，一斤多这个海螺，真的海螺真的一斤多，哎。
这个是黄，这不是那个，这不是那个你想那个粑粑，你知道吧？这黑的不吃，不蛋啊。然后里面这个干，哎呀，急掉，哎，急掉了吧？哎，剩下的。剩下都是美味，啊，这玩意儿香。